题地址书堂，唐·杜荀鹤。何事居穷道不穷，乱石寰宇尽石同。家山虽在干戈地，地直长修礼乐风。窗烛影摇书案上，野泉声入砚池中。少年辛苦终身事，莫向光阴堕寸功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处于穷困之境仍要注重修养？我还是与往常一样，尽管外面已经战乱纷纷，故乡虽然饱受战乱之苦，可是弟侄仍然在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。窗外竹子的影子还在书桌上摇摆，远处泉水潺潺流入砚池。年轻时候的努力是有益终身的大事，对着匆匆逝去的光阴，不要丝毫放松自己的努力。再读一遍。题地址书堂，唐·杜荀鹤。何事居穷道不穷，乱石寰宇尽石同。家山虽在干戈地，地直长修礼乐风。窗烛影摇书案上，野泉声入砚池中。少年辛苦终身事，莫向光阴堕寸功。